就在今年圣诞节的12月23日的夜晚、24日的下午和夜晚，我都可以来到九龙城浸信会一起看哇哇望远镜。哇，那到时我就可以看很久望远镜咯。是啊，除了望远镜之外，我还会带一班朋友一起来做布偶剧，还有很精彩、很神秘的福音幻想，同埋好精美嘅手工可以请小朋友做噶，仲有游戏都可以玩噶。哇！原来圣诞节有咁丰富嘅活动噶，我一定要叫晒我啲姨妈姑姐啦、朋友啦、同学啦，冲晒过嚟参加至得啊！只要你系幼稚园嘅小朋友或者小学嘅小朋友，都可以嚟参加噶。不过记住要请屋企人预先报名先喎。冇问题啊，我一定会预先叫屋企人帮我上网报名，之后先过嚟参加噶。咁我哋差唔多预时就执行你啦，记住带埋你个望远镜啊。好啊，我哋圣诞节再见啦，晚啦。